来五一连假第一天，想好要去哪里走走了吗？不少景点都因应连假推出了优惠活动。像是如果在台北的民众不想塞车人挤人的话，其实台北观光局推荐可以使用北北基好玩卡，限量5000份的动猫乐玩电子套票。除了有动物园的入园门票，还加上游客列车乘车券，以及猫空缆车的一站票，只要99元就可以玩猫空跟动物园。而另外还有五月的阳明山、竹子湖、绣球花季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往南走的话，台南的虎皮塘风景区抢搭劳动节热潮，劳动节当天只要是劳工入园，就享有半价的入园优惠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